今天是2020年5月23日，室外室内都已经连续下了一个多礼拜的雨，闷到快发霉，但也没什么办法，连我录音都会收到雨声，就像这样。而我现在在等雨停。啊，雨停是谁？滚都这样子了、啊。不是你们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那、你要怎么解释？那、你解释看看。不想出门，因为害怕会淋成落汤鸡，但想出门，因为头上有香菇的踪迹。外面下着雨，里面下着雨，真的好无力。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脆弱和无力，只是有些事情如果一直不断累积，一直下着雨，一直下着雨，真的不太行。我还在等雨停，在等雨停，等雨停，然后就出去散心。这种天气不算悲剧，但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。我的心里满是风雨，什么时候才能平息？不过没关系，我们都只需放宽心，等雨停。YouTube 上面没有人写啊，而且好像蛮多人名字真的叫雨婷。我很抱歉。每天一再重复不断下着雨的天气，每天一再重复不断下着雨的心灵，沉浸在心里，沉浸在夜里，真的好忧郁。气象报告里上面无限下雨，而我的心里也在无限下雨。好希望雨婷，好希望雨婷，好希望雨婷。我还在等雨停，在等雨停，等雨停，然后就出去散心。这种天气不算悲剧，但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。我的心里满是风雨，什么时候才能平息？不过没关系，我们都只需放宽心，等雨停。现在听这首歌的你不要急，就算下雨也会天晴，所以继续在原本的地方努力，然后未来就会一点一点变得清晰。尝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，不要通通沉溺在这场雨里。然后我们现在一起来等雨停。